那现在我们开始调整主机的地脚，上面有螺母，我们把四杆拧上。放吧。现在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牵引机的中心高怎么调。首先我们手上要有一把卷尺，那卷尺量，卷尺放到地面，然后到我们橡胶块的距离，那决定我们的是确定我们的中心高。那现在牵引机是1080，那我们要调到1.1米的话，那我们就下面的后面的工作就需要拿一把扳手，活动扳手来调整我们的地脚，可以调到我们需要的中心高就可以了。